选择成为他，意味着你可以拯救你所在意的人。这是修罗神。刚刚梦中那幕是什么？戴老大，三哥成为海神，我们也终于成为封号斗罗。嘉陵关那边的情况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修罗魔界又纠缠你接受修罗神的传承？是，但我还是拒绝了。既然修罗魔界让你这么痛苦，不如让我来为你分忧，试试修罗魔界会不会选择我。小五，你要想清楚，选择接受修罗魔界有可能会获得修罗神传承，但修罗神传承的难度恐怕还在海神传承之上，我怕你有危险。哥，就算前路艰险，我也会勇敢地面对它，解决它。而且这对我来说还是可以和你长长久久在一起的机会，就让我试试吧。小五，你怎么样？小五，你怎么样？为什么修罗领域没有随着修罗魔界完全进入小五体内？难道修罗神有别的打算？修罗神神奇考验。